日食在过往与现世的平衡之刻出现，但一切变成在过去。所谓现世就是当下，这怎么可能平衡？这其中定有什么我没想到的。到底什么算是现世？现世无穷无尽吧，每一刻当下都是现世。过往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过去吧，因为我们每时每刻也都在遗忘啊，所以才说人的消失是在最后一个认识他的人死亡的那一刻呢。那现在究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赵佑会说皇权下的臣浮现？难道说所谓的过往其实承诺了皇权？传说吧，所有消失的东西都会进入皇权。荒谬，谁知道究竟有没有皇权？但也没有人证明皇权不存在啊。赵佑的话只能说有现状，平衡等同于日食，等同于天幕被洞开的时刻，但是却又是因为过往充斥现世而生。那究竟平衡还是要不平衡？其实我就是想知道赵佑跟幽冥通过混乱寰宇之后变成石，那我会变成什么东西？赵佑之前提到鸾，赵佑还说千年终于等到我们了呢。你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，还有那降魔师说的话，最古老的生命等待约定触发。这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不断的被验证。对呀，玉子哥，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捡到道叙书的时候吗？当时不是就觉得古怪，你看见文字在消失，而我们此前做的记录的事情都被记录在上面，就像是其实我们的一生早已写好。这边不是你讲过了吗？赵佑没出现过龙形吗？没有，依依甚至不知道他是龙。他算是妖吗？不知道，按说通常人们会认为是神吧。这样吗？那他也有脚啊。我也有脚。这是什么对话？这是什么对话？依还没从这里进过地界，不知道这条路和鬼冥谷下的通路有何区别。怎么愁眉不展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倒是觉得这儿比鬼冥谷安全些。既说这通路被封印许久，妖邪滋生也在所难免，一路小心些也就是了。我们快进去吧。是灵魁，这些妖物无法移动，但却会喷吐莲子，那些莲子甚至能穿破甲胄。这条通道依依以前也没走过，要去找鸾打听复活于姐姐的消息，得去幽都的汤谷殿，怕是得费些功夫找路。你不是地界的幽姬吗？还不认识路？免，你知道地界有多大吗？地界不是你们以为的就单是沉在地面下的一块地方，况且地界地形错综复杂，断续不一，有些地方根本无法通过，都是奇怪的遗迹，大多数地方其实依依也没去过。傲荒难道不是地底吗？不然为什么又叫地界？谁住在地底下了？反正鸾说不是，说什么是在地下，荒地将此处下沉，荒地有那么能耐吗？真是的。那为什么叫地界？依依怎么会知道？风铃台下的这条路就没人走过吗？没有吧，风铃台应该封了很久，之前那中间有块黑石，估计是没人想到那里有路。黑石？那黑石究竟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小不点，那你到底知道什么？反正知道的比你多。掌前行，隔壁岭，飞沙走石，热浪滚。丛岭高，山脊陡，冰雪皑皑，寒风刺。您在念叨什么呢？老子念啥都与女巫瓜。什么瓜？没灵性的东西，不要打扰老子练习。Skr。路，你要怎么找鸾？你也不知道鸾的汤谷殿在哪里吗？哎呀，其实没人知道究竟在哪了，那是鸾的大殿，而想要他去哪里他就会去哪里了。
乱的看古殿其实是一个巨大到处飞的船啦、啊、它沿着看不见的风之灵航行，每个月会降下来一次做补给，然后又会咻的飞走啦。矿海周围有一条河叫吸引河的河，依依能从河的倒影看见看古殿会降下来的地方，不过现在来不及了啦，依依只能想别的法子让乱来找啦。在我冰魄三郎的地盘晃悠，不交买路钱就甭想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地界幽姬在地界被打劫了。咩啊？都看着我干嘛？拿钱呀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打劫。我知道你是谁干啥呀。你。他说的有道理。你完了。等等，干嘛？诸位祖宗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脑子进了水，是我愚不可及眼睛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饶命啊！哼，他挺诚恳的。哼，哎，既然你这么诚恳，我们便留你一命吧。谢谢各位祖宗，谢谢各位祖宗。各位祖宗，只要有用得到咱的，尽管说，尽管说。那我真说了。但说无妨。那这地方黑黢黢的，把你们头上这火苗借我们用用。这万万不可！诸位有所不知，吾乃燕灵族，这火苗乃我生命之根，若遗失了那火苗，我便是要从此孤独一人了。这我知道呀。多谢仙子们不取火之恩，保住了我这炉鼎之焰，我以后就给您当牛做马了。我只是不想在这兜圈子，带路。啊，是。等等，问你件事儿。我看你巢穴中有遗物，像是个祭坛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这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，打我来之前这东西就在这儿了，但似乎是九黎族所住，为了祭祀他们的一个神。蚩尤？不，好像叫伏羲。是不是哪里不对劲？没，这个不知道啊，其实一直都有，但从没听说。或许是十年地界沉没地下的时候，都说了我们才没住你们地下呢，好吧，或者是那个时候没有，我们幽都也没有这样的图腾啊，以往也不知道这是伏羲的图腾，但这怎么会有伏羲的图腾呢？冰魄山哪？在，仙子有何吩咐？我一直想试试燕灵族的火烤出来的鱼是什么味道。什么？要仙子祖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不行。行，请便。列祖，我冰魄苍狼今日实在有愧，保不住这火苗不被玷污，望海下游子就保有一回也能分一条烤鱼吧。这就是幽都。居然是免，你们真以为地界还是部落吗？啊，没有，此处繁盛，远在西都之上。没错，我们走吧，进城去。那个鹦鹉鞋跟了我们一路了，让他跟着吧，看他到底想干嘛。怎么今天街上的人这么少啊？是灵雀潭回巢的日子，难怪。灵雀潭回巢有什么特别的？其实是栾的原因。斋女，你是神雀宫之人，这般跟踪行径着实有些卑劣了啊。祖师爷就是卑劣之徒，行事能光明正大到哪儿去？吾等愿为苍生天下背此骂名，
吴剑罗侯夜已寻回其心脏，又有古龙化桥，想来石轮祭体便是那最不堪结局的缔造者了。御史，捐躯赴难虽非易事，但若通悟世事，便可知诸漏皆苦，如此便无需畏惧。我需将你带回石轮宫内，将你之力量重还回。说得轻松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无需再与他们多言，吾早看出此人绝非会束手就擒之人，吾等动手便是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不知道这是幽都吗？惊动了鸾，当心。你以为吾等为何选今日召会你们？今日是灵雀潭回朝的日子，鸾在昏睡，绝对不会醒来。石轮之力召回的不过是力量的投影，真以为你们会是无知对手？取入婆娑平沙翼，放肆。鸾，你怎么？谁给你们的胆子在这儿撒野？以为幽都是什么地方？你怎么醒了？怎么可能？今非昔比，诸葛艾，你不配斋女之位。你出去。鸾，你为什么会这会儿醒？哼，糟了糟了，鸾生气了，得赶紧去找汤谷殿，不然一会儿可找不到了。找汤谷殿？为什么？那是鸾的住所，可邪门了，每次鸾不开心的时候，那大殿就会消失在荒泽里，就像活物似的。真是的，鸾的脾气还是和以前一样古怪。那个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厉害的紧啊，这是王者风姿。没错。咦，你怎么随我们进了地界了？你不担心这地界满满的妖魔到你们中原去作乱了，不想封印那通往地界的通路了？我那会儿一心想封印鬼冥谷，只是担心地界妖魔会由那儿侵袭人世，可从未说过地界都是妖魔。天玄门过去是曾与地界有些冲突，但那都是以往的事儿了。他是为了地脉来的。确实如此。小昭，我当初所为绝非针对你们，我也早就想要来地界一探究竟，只是那鬼冥谷的通道与这风灵台不同，若是不加以封印，必会酿出祸患。当初我忧心那鬼冥谷周遭的村落，一时焦急，难免言辞激烈，多有得罪，还望你们原谅泽格尔。理由，你说之前鸾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话？他说诸葛艾配不上斋女之位。哼，那所谓的斋女虚伪自己，我每次与之相遇也难免唾斥一番。如阿禄所说，鸾是这地界的无冕之王，斥责几句侵犯领域之人又有何奇怪的？可我总觉得他的话中另有含义。小龙，你怎么在这？你在这干什么？偷听？这么正大光明，诸葛艾就是斋女，这世上没有别的斋女了。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告辞。理由，你觉不觉得他的反应有点奇怪？吕韶龙，他不是一直如此吗？他在哪里？小龙，你说等鱼姐姐回来后，咱们给她弄点吃什么好呢？姐姐应该不饿。金针南海饿？我是说姐姐可能不想吃东西。哎，油焖幽都鸭，你做什么姐姐都喜欢。干燥黄西瓜，
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小龙，你可帮了大忙，我去附近抓点东西回来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小刀，你有没有吃过醉虾啊？我知道应天府有家馆子叫四方斋，他们做这玩意儿可做得好了，十里之内皆可闻见香味。我脚上没有吃东西，哎，可惜了，不知道这地界到底有没有蟹啊？行了行了，地界没有蟹，我也不想吃什么醉蟹。你要是有什么想问，赶快说。说完了，个人爬。哎，小昭，你看你这说的，好像我是为了来套你话似的。你说我堂堂天修门少主，怎么会做套人话这种事呢？这张脸手中回护你们的人是谁？随手之间被人家他们挪移离开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是鸾，自我降生那日起便与他相识，我便认识他。他在这地界之中，若是鸾想做什么，没有人可以阻止。至于那挪移他人的事，我倒还正问他，不过他只是跟我说，他只是想了一下就解决了。想了一下就解决了，这可有点离奇。挪移千里多半是依仗着灵脉之地所为，看来这个鸾兴许对地脉了解颇多。嗯，你还站在这干嘛？爬啊！好，半久都没找到汤谷殿，完了完了，看来鸾这次可是真生气了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倒是有个办法，但可能会让鸾更生气。我们来这是为了问他问题，要是彻底把他激怒了，他不告诉我们怎么办？总比在这耗着强。嗯，好吧，不过你们可得跟紧点儿，接下来去的地方可不安全，可千万跟紧，这是荒野的最深处，鸾以往从不让我来这儿的。这么多妖物，小昭，要不你和他们谈谈？我倒是也想，可在这儿生活的妖兽都是疯子，不听劝阻的。如此，便只能硬闯了。哎，这大殿何时出现在这里的？我不说了吗，汤谷殿就像个活物似的，能自己跑动的。小昭，那你是怎么让他跑到我们这儿来的？不管他是怎么跑动的，鸾都可以控制他，只要鸾让他过来，他就能过来。所以你就带着我们一起进了这荒野最危险的地方，若是鸾看不下去便会自己过来。嘿嘿，好像是鸾，他在嘶吼，怎么回事？鸾，你怎么了？说句话，别一声不吭的。你这个时间醒过来，感觉怎么样？阿露，你确定这个鸾正常？我怎么就觉得他看我们的眼神像想杀了我们？怎么可能？才不会，鸾才不会伤害依依呢。鸾只是突然被叫醒的后遗症，一会儿就好。鸾，啊，鸾，啊，救命啊！鸾梦游了。快离开！又是那种感觉，为什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和鬼冥谷一样不是？在我不小心杀了你们之前，快走！免，不是梦游，完了完了，看样子是今天醒来的不是时候，被火毒迷了心智啊！快，我们得控制住他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了。你还能听见依依说话吗？快试试能不能睡着啊，不然我们好难抓你的。离开这儿，我还没到要你们帮的地步，给我滚。大家小心，鸾这会儿影响了周遭的环境，那些妖都被射住了，全都成了这会儿暴走的鸾的附庸。
汤谷殿内有鸾自己设下的布空阵，我们得利用这些阵才能抓住鸾，让他清醒过来。安武，威压，你怎么还不清醒啊？没人能伤你了，笨蛋呢？OK， 又点掉他一个状态了。鸾，你没事吧？无事。鸾，你今天不是应该在沉睡，怎么好端端醒过来？火毒？前辈该是能感知幽都内发生的事情，知道你遇到了麻烦，醒来想必也是为了出手相助。你倒有斋女应有的气度。嗯，怎么突然提起了斋女？你怎带这些人回来？他们是我朋友，还有鸾、赵佑他。烟消云散，我知道了。这人还真冷漠。这位前辈，我们冒昧前来是想问一事。不必问，昭一，跟我过来。我先跟鸾过去，一会儿回来找你们。他应该是有话要。昭一，就来就来。不知道鸾前辈知不知道复活于西的线索？必定知道。让你们久等了。哎，殷无邪呢？他，哼，说是有事先走一步，来日再见。谁知道他又做什么去了？这样啊，鸾本来想见他来着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个。依依有个好消息，鸾告诉我，幻海中还神山中的一座能复活于昔。迫不及待，喜形于色，幽姬如此，不知道多少长老要愁了。鸾前辈，您也来了。管他们做什么，都是一帮算了，不好骂人。鸾，你快送我们去吧。环神山被遗忘已久，世人只以为其是支撑地界天穹之物，但内另有玄机。从山腹内过，直达山顶，便是九鼎之位，其中之一即可成你们所求之事。当然你们还需要些东西，宿生之壤在宿区，同源之血重铸生，时间之力可换灵，还神山巅可成诸生所欲。然诸生不知所欲为何。其实我本要奉劝你们不要去，但想来你们也不会听的。如此幻海不可渡，我便将你们传送过去。太好了，多谢前辈。乱，九鼎就是一些核物，我曾提一一提过一嘴，似乎是镇压地界的器物。宇宙九鼎，武者以应阳法，逝者以象阴术，死公司以雌精为阴鼎，以雄精为阳鼎，鼎中藏满，以瞻气象之修。九鼎可不只是个器物。你们人族以鼎为礼器，九鼎更是礼中之极，但这东西却并非你们人族所造。不是人族所造，那会是从哪里来的？呵呵，或许是自天而降吧。自天而降？难道说，我记得环神姐有讲说那个环神九鼎是从哪里来的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好，阿路，为何鸾在康赌殿中会有那些疯狂的妖兽？哎，可别提了。虽说悠悠也是落后族人，可想必你应该也是知道的。妖兽自具行到大成，少则百年，多则千年。这期间，妖兽中与聪慧与愚昧之间，有些事依旧只会凭着本能去做。鸾之感召异乎寻常，因而出没之地会吸引大量的妖兽盘踞，让我们等待一个一个机会。可以吞噬鸾的躯体，占据这座大殿。但鸾之前被火毒迷障所侵蚀，
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，继而也影响那些妖兽。所以那些妖兽并非是被鸾所驱使，只是受他意念之间的影响。若是如此，那鸾难道跟父神的力量？哦，哦。若继续循着现在的轨迹下去，你终将走向毁灭。那是我的选择。你的选择只是因为你看不到更好的选择。看不到的与我无关。你说的与我想的有些不同，但意义却是一样的。我不懂。很早之前开始，便有人想要将我推向一条不同的路径。有人想让我做一次选择，它拨动了这世间的每一道琴弦。你也是那千丝万缕中的一缕。当然，我也在很久之前便预示到了今日，包括你我刚才的对话。我知道我会因你而有所变化，但我在你说出刚才那三句话之前，我都不知道我究竟是为什么而改变。啊，你早年选择不成为一个人，而你的选择也催动了我做出不同的选择。这是好事吗？兴许，毕竟我还没见到最终的结果。